Hello， 大家，我是 Paul 保罗。我很常在户外活动，那我都会顺便进行一些影片或是照片的记录，大家就给我起了一个这个称号——野外摄影师，我觉得蛮有趣的。穿着 Ultra Core 2.0 加热的黑科技嘛，三段式的加温功能打开之后，源源不绝的热起来，给你一种自信的感觉。在这种环境当中，你有生存下去的自信，非常保暖安全的感觉。防水透气的系数是有到20000，不管是滑雪还是台湾日常的天气，非常好用，很舒适啊，让一件外套再更上一层楼。最让我满意的功能就是它有很多的口袋，想要带一些东西，比如说摄影器材，可以把这些东西藏起来。我接触摄影已经非常久了，摄影师、导演、剪辑、调色，斜杠 YouTuber 又在经营我的一些 social media， 同时呢，也是一位摄影老师。毕竟这些有趣的一些技术呢，还是要传承下去的。全人这个品牌充满了创新，非常勇于去做一个突破尝试。一件外套 ，Ultra Core 2.0 就是它了。